啊，神乐切赫怎么打巴神恩德啊？这一把比赛是蓝翔来挑战咪咪小贼战 C 啊，现在派上柱子派生一下，现在和 AB 过去，想对方得对方的近身的战中腿开布阵。好，但是咪咪真的是敢打敢想敢拼敢赌。那比赛蓝翔的神乐切赫建立起场上的节奏上的优势，连续两个下中拳之后打对方一个雀斑前冲的下飞啊，这次打一个复合了。如果你防啊，可以开布阵；不防就跳起来的话，就是中下飞。舍勒杰克面对是对方的真克里斯，柱子柱子来，小柱子中柱子重柱子组合来用。舍勒杰克开布阵掩护自己，对方这个 CD 没有产生任何效用，滑铲投到吗？没有，被对方直接进行一个战壁打一片雀板。现在比赛来对蓝翔的舍勒杰克终于是被咪咪尔的真克里斯给他解决掉了，太难了。咪咪尔刚才也是吓了一跳，刚才如果说被他舍勒杰克直接跳入成功，他就没有了。欢迎带你青丝完整，欢迎青丝兄弟回家。晚上这场比赛来对蓝翔的不知火舞，血量方面来说是咪咪尔处于一个劣势。青丝来了，兄弟晚上好，欢迎兄弟回家。今天晚上的比赛你觉得这场比赛谁能获胜？咪咪尔对战蓝翔，来走起。大门五郎还有希望，对方的满血的大将他已经看到了，咪咪尔能不能拿下蓝翔呢？蓝翔能不能拿下咪咪尔？双方都是满血，都是三气。大门五郎现在我们能看一下大门五郎的四颗气了，不断利用自己的超强普通技来牵制住蓝翔的进攻的节奏。蓝翔想跳还不敢跳，因为对方对空的招数太多了。好了，虚晃一招骗到对方出招，那么现在对方大母狼又把自己的能量给他炸掉，还 buff， 这种力回的打法打得确实非常考验双方的耐心。你看你跳也是挨斗，近身小跳的重腿打到一个逆向盘点成功确认暗夜大阵地，这波蓝翔再次把钱包掉给自己开 buff， 大门也把钱包掉，哎，抓地的狂摇摇蓝翔还有两秒钟，我的天哪，这咪咪的手速是什么手速啊？